小明啊，谢谢大家，就是因为绿界玛丽每次都没有在当下就好好的感谢完绿界的各位小绵羊啊，你们久等了。果然还是要温暖一下的，对吧？因为还是该吃点肉的，对不对？毕竟玛丽是不吃菜的，但是因为玛丽答应过小绵羊，玛丽是不会吃绵羊的，所以玛丽准备了这个。是的，当玛丽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吃绵羊，所以玛丽准备了鸡肉，一只新鲜的鸡腿。是啊，我受不了。